大家好，这个是 Goldwin 零系列最火的，最火的，做了很多的更改，把一些很繁琐的细节去掉了，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我们也升级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细节，包括这个魔术贴，就是用了这种进口的魔术贴。进口魔术贴和国产的魔术贴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国产的魔术贴粘粘性会更好，这个就是一个粘粘性稍微差一点，但是质感可能比国产的好一点吧。这个里头一个是塑料的，一个是这种化纤的，会可能不太会粘乱七八糟东西吧。双拉歪哥给拉链，它那个原来是压胶的，我们把它做成了这种，改了一些工艺啊，改成这种冰霸内衬的。因为我做的是时装，兼具户外功能性的同时，你这种穿了冰霸内衬会更舒适一点吧，就是透气、速干、排汗、防静电。这个冰霸内衬是最高级的，叫做同安内衬了，最好的品牌了。然后里面还做了内袋的设计，然后这个就是这种橘子瓣的设计，就是这种有四个口袋，然后所有的扣件都是 Sun Grip Japan， 然后所有的拉链都是 YJ， 这个就是四个设计，一二，然后里面口袋里面放的抓绒，上面也是，但是上面呢，我个人感觉其实使用率比较低下，就是但是就是好看，四瓣设计，隐藏式的设计。这 Goldwin 零确实有点东西，就是原来都是明拉链的设计，这次全部拉链都是收在里面的，然后这个扣件也是比较好的扣件，下摆应该也是可以去调节的，也做了下摆可以调节的这种扣件，款型好看，就是怎么说呢， Gore-Tex 面料，这个是三层的面料，可以持续的保持你身体的恒温和舒适。马上五一大家都要出去玩，所以备一件冲锋衣，让你就天气热的时候如果脱衣服有风也不会去受凉生病。老板饿了，都十二点多钟了还在加班。这个是一个三层 Pro 的黄色，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没有那种鲜艳的颜色，要黄色啊什么的，就做了一个三层 Pro Gore-Tex 面料的黄色。这个衣服你穿着去登攀登高峰没有问题吧，毕竟是三层 Pro。 今天晚上没办法了，还有这么多样品什么的，秋冬的还没有确认，没有去更改，睡不了了，估计要工作两点多钟。来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整体的版型非常好，而且你看就是它很贴心， Goldwin 啊，就是做了这种防风的这种拉链的设计，包括这种也不会让你卡到你的下巴，老板在撑死，没有压胶胜似压胶。而且这个衣服我个人认为啊，你在户外哪怕下雨，因为本身是防水的面料， Gore-Tex 也不会被穿透，所以哪怕下个两三个小时雨应该问题也不大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